看看朋友们啊，我们啊，宁夏三台车，六个花甲老人啊，小车队自驾游云南旅居游啊，现在走到秦岭啊，牛背梁啊，牛背梁景区了，看一看啊，牛背梁现在是可以的啊，季节也挺好啊，不错啊，叫我们老年人有免票，嗯，走了牛背梁。来这住一住，享受享受这五 A 级景区啊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，来这住两天啊，看看牛背梁啊，看看这些老头老太太啊，我们也玩得开心。哎呀，那个动作，那个是摆个摆个 pose。 小溪啊，看这水，牛背梁景区啊，自然景啊，这可不是修饰的啊，一点没有修饰啊，不玩。好啊，看看硬台。最美的风光啊，在牛背梁。游人也不少啊，这地方啊，这地方还是相当漂亮啊。哇，快看，这是自然风光啊，很美，自然的美啊，看。来顶上的，他们都上来。这个瀑布，这个几潭瀑布，一潭、两潭、三潭、四潭、五潭，五潭瀑布啊！看看五个潭瀑布，看看。啊，垂帘啊，垂帘瀑布。朋友们，引领啊，这瀑布啊，好不好？来。这就是葫芦峡，这点跟大蘑菇似的。看朋友们，葫芦峡，啊，这个大葫芦上面啊，看。看这人走这个蘑菇石城啊，跟蘑菇似的。一个人啊，由这个牛背梁景区啊，牛背梁，看，这是葫芦峡，这叫葫芦峡啊，看，这个峡谷还值得一来的啊，挺美啊。看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床车里面啊，看，这是被子床铺的啊，这一块啊，你看看我们这是河景房啊，河景房，看河景房啊，看外头河，牛背梁景区这停车了啊，停两天了啊，这个地方相当的好啊，人又不多，现在虽然放假人不多，这环境太好了，我们就喜欢来这样的玩啊，环境好，这环境没说的，看车就在这儿停着，景区前面，景区前面，牛背梁景区。里边还有